呢？刚刚不是有人说讨厌我吗？现在有一点点喜欢，一点点而已啊。好啦，你想吃什么菜，我回去给你做，行不行？我不要。那你要怎么样？我要。不行，你不能亲我。为什么？亲人关系，我心里早就确认了。那也不行，我们又不是男女朋友，我们现在什么关系啊？你就亲我？我说是就是。你这在跟我表白吗？男人少说多做，这也太快了，我有点不适应。那就快点适应啊。嗯，听你的，这样算男女朋友了吧？算，盖章确认。